Hello， 大家好，係你。我係 Ken。係。Hello。係今日嘅主題係我曾經聽錯嘅廣東話。嗯。係因為我舊年定係兩年前咧分享，我成日都講錯嘅廣東話，食屎同埋石屎，恒生銀行嘅恒生同恒生。嗯。係咁，今次係聽錯嘅廣東話。係。開始。開始。係。阿妹經常聽錯嘅廣東話 ，Level One 價錢。咪贈啊！係。知唔知道開一間便利店要幾錢啊？哦，自己開。係啦 ，franchise 咯。哦。即係特許加盟、特許經營權。唔知喎。大概70萬啦。哦，好平喎。好平？日本仲貴咩？唔知喎，但係70，咁我都開到喎。你有咁多錢咩？有啊，70蚊啫嘛。不是70蚊啊，是70萬啊。70。你成日都聽錯價錢嘅。70萬。70萬。零。後面5個0啦。哦。仲平唔平咧？唔平。知唔知道等於幾多日本 yen 咧？日元。如果簡單啲用20嚟計，70萬咪大概係1400萬 yen 咯。哇！真係得咩？唔理啦。係。對於我嚟講，蚊同萬。好似啊，所以我经常听错价钱，可能对于香港人来讲完全不似。是阿妹曾经听错的广东话 Level 2。 那时我跟阿 Ken 电话聊的，但是完全沟通不到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呢？喂喂喂，阿妹啊，可唔可以喺屋企咧带对 con 过嚟公司俾我啊？啊，做咩啊？因为好急啊，我而家睇唔到嘢啊。哦、啊，你想煮饭啊？啊，哎呀，而家我望唔到嘢，你带对 con 俾我啊？一阵麻烦你啊。哦，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嗯。咁1点见。好啊，好啊。嗯，拜拜。喂喂喂，是喂，经过我呢找了很久，但是找不到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找不到在屋企啊？屋企没有啊，所以我现在在街市帮你找紧，但是应该现在不是最佳季节啊。如果南瓜得不得呢？啊，南瓜，其实你想煮什么啫？冇啊！嚇、啊，冇！你叫我買湯啊嘛。係啊，屋企台面上面咪有咯。係咯，屋企冇粟米喎、啊。唔係粟米啊！你需要粟米啊嘛。我講湯啊，隱形眼鏡啊。哦，原來係咁，我以為湯粟米啊，我以為係。係。你而家喺邊啊？啊，街市咯。嚇、啊！哦、街市哦，唔怪得咁久唔搭白。咁麻烦你翻屋企攞对隐形眼镜俾我啊！我依家睇唔到嘢啊！哦，好啊，框隐形眼镜。哎呀，你一早应该同我讲隐形眼镜喎，我冇谂过广东话可以叫框啊嘛。框。OK， 麻烦你。好啊，拜拜。拜拜。竟然去了街市搞什么啊？是阿 Ken 讲了 con， 但是我以为是 con 粟米。为什么那时阿 Ken 需要 con 呢？他平时戴眼镜、哦、就是因为那天他朝早上班的时候跌倒，跟着眼镜打烂了，没得用了，所以突然间需要 con。 呢其实家真的有 con， 但是我没想过是隐形眼镜嘛，所以我去街市认真找了粟米了，怎知原来不是粟米、啊、好严重的听错故事。我经常发生这样的问题，听错广东话而跟对方沟通不到、嗯、但是呢有这个耳机的话，以后我不用担心听错广东话。 Galaxy Buds 3 Pro， 首先开了个盖就见到好硬的多人灯，而并是三个柱体设计，比一般的耳机更有时尚感，十分有型啊！佩戴的时候都很稳定，很舒服。Galaxy Buds 3 Pro 设有 Galaxy AI 智能调节，根据个人耳仔形状和佩戴松紧，帮你调整 Equalizer 和干燥效果。另外还有麦颈部侦测功能，
例如在街上聽到救護車或者消防車的嗰啲聲咧，就會聽到，係啦，咁就唔會阻住車同人，亦都避免交通意外。跟住最特別嘅功能就係即時翻譯功能，所以配合 Galaxy 手機一齊用。當你去外國旅行嘅時候，同外國人傾偈，咁 Galaxy AI 幫你即時翻譯對方嘅語言。而且佢唔會 miss 任何句子，同時可以聆聽同翻譯。你上機前食咗嘢未？咁我有時去中意參加 local tour 香港嘅導賞團啊嘛。咁有呢個耳機就真係方便咯，因為有聆聽功能啊。因為有時咧，雖然我聽得明廣東話，不過有時聽唔切啊，或者有一個唔明嘅單詞嘅話咧，之後 get 唔到咯。但係呢個 Galaxy Buds 3 Pro 就一句一句可以翻譯，唔使等到有聽到先一段翻譯，所以嗰個 smooth 好似 real time 翻譯。real time。当時の当時代の建物は2階から3階の高さで緑レンガでできており、屋根は木造建築と瓦で構成された傾斜屋根でした。2階にコインランドリーがありますのでお使いください。如果你想洗衣服、2樓有硬幣洗衣。如果想買嘅話，可以經 Shopback 去馬拉松網店。Description box 有條 link， 會有額外優惠啊！大家可以 check 下。はい。阿美曾经听错的广东话 Level 3吓，香港有咁样嘅祭典？即系我曾经听错的广东话，香港第一年的时候咧，嗰阵时同事问我一唔一齐去端午节啊？我睇下那个的，都要夹。我嗰阵时听错，系我嗰阵时咧问佢，点解啊？跟住咧，佢点应啊？佢话。好開心噶 ，festival 嚟噶，我以為係佢講對唔住。哦，以為佢講對唔住。係，但係佢話開心喎，而且祭典添。可以同佢講嚇，但係我冇做錯嘢喎，我真係可以去嘅咩？係。但係佢話可以噶，乜嘢人都可以參加啊。係。なんかそこでお祭りみたいなドラゴンボートレースとか写真撮るところとか。我完全聽唔明啦！哦，原來香港有咁樣嘅祭典啊！對唔住節咁嘅嘢，對唔住節，面白いですね。頭の中は大家好似一齊みんなで集まって對唔住，對唔住 ，sorry， 係啊 ，sorry， 對唔住 ，sorry， 我嘅渣係啊係啊，跪低啦，對唔住，係啊。咁最後咧，跟住去到現場先知道啊，原來係佢講嘅嘢係對唔住。跟住就 sorry， 係啊係啊，對唔住，真係真係，你爹哋又呢？對唔住，對唔住，如果初頭廣東話未係好好嘅時候，真係聽唔清楚，聽唔明，係啦係啦，對唔住嘅字，係，好字啊，我覺得，哎，跟住落嚟，我曾經聽錯嘅廣東話 level four， 聽錯人名。我覺得最搞笑、比較嚴重的故事，你都喺度喎。我開始咗 YouTube 之後咧，有時點講咧，參加聚集嗰一日有某個 event， 日本產品嘅活動啊，啊，有關日本產品嘅，係啦，同會有中間有啲朋友識人介紹啊，錯錯錯，邀請我哋過嚟，係啦係啦，有情邀請我哋過嚟。有人有情，有有情飲水飽嚇？咩有情飲水飽啊？唔係有咁嘅廣東話，係有，不過關咩事咧？口唔搭八個，咁係有情，有情，邀請我哋，我哋咪得咯，係啦，邀請我哋去活動，係咁咧。嗰個邀請嘅人，完咗 event 之後介紹好多人俾我哋認識，佢係邊個邊個，佢係邊個邊個公司嘅邊個邊個，好快嘅互相交換卡片啦。其中一個佢介紹俾我認識嘅人係咧，叫做 Peter 神。係咁咧，嗰時同 Peter 神傾偈啦，佢問我你係日本邊度人啊？好似問我咁樣嘅，跟住我係啊北海道人，係跟住佢話啊。北海道幾好喎，我都有去過喎。嗰陣時傾少少嗰啲有關日本嘅話題啦，係啦話題啦。跟住嗰陣時有好多人，所以同其他人傾偈啦。跟住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，我再揾 Peter 神㗎。
係啊。Peter 神嗰陣時去日本北海道做咩啊？滑雪啊。係啊。跟住佢巴拉巴拉巴拉。自駕遊啊，睇櫻花啊。係啊係啊係啊。跟住哦，犀利喎 Peter 神。但係咧，佢嘅表情咧有時點講咧，怪怪地嘅。有啲怪怪地當時。跟住我翻屋企整理下卡片，切。跟住咧 ，Peter 神嘅咩事睇咗啦。咁咧，佢原來唔係 Peter 喎，佢公司係阿 Peter。A P I T A。係，我以為係阿 Peter 咯。原來係公司名嚟嘅。我以為係阿 Peter， 因為點解咧？阿 Peter 日本嘅公司啦，但係日文發音係阿 Peter。阿 Peter 係。唔係阿 Peter。係。明白。阿 Peter， 如果廣東話我哋發音就阿 Peter， 錯，係啦，冇諗過阿 Peter 喎，係啊，所以發生咁嘅，好尷尬。佢個樣有啲怪，唔知點認你，不停叫佢 Peter， 但係我唔係叫 Peter， 算啦。如果呢個情況喺日本應該就失禮咯，因為呢個情況咧係喺我哋裏邊，香港人都會有機會出現嘅。但係咧，我哋係冇咁搞笑咯，即係因為個公司嘅名同個人嘅名撈亂咗。通常我哋記錯咗人嘅名多咯。因為咧，中文名香港人就好少叫中文名嘅，就叫英文名啦。嚇，咁所以咧。亦都太多人唔同嘅英文名咧，都有機會會錯嘅。咁但係因為我平時好容易認得啲人嘅樣子，我見過一面嘅人咧，我就同佢自我介紹，我就會講佢起碼兩三次佢嘅英文名。唔會唔記得咯。但後屘可能平時好難記得啲人嘅樣咧，咁就要特別寫低啲特徵啊個卡片上面。係啦，卡片好似容易睇到。呢個係眼鏡嘅人，眼鏡嘅男士。係啦，呢個係長頭髮嘅女士咁樣。不過你曾經發生過，因為其實香港嘅男士好多人都戴眼鏡，跟住卡片裡面全部都係戴眼鏡，戴眼鏡究竟佢係邊個咧？我哋香港人有時有個觸咧，就會係。啊邊個邊個咁樣嘅，啊邊個邊個，即係通常啊，跟住後邊就係英文名。係啊，啊噶出句。係啦係啦，所以乜嘢站有呢個錯誤都唔出奇，都正常嘅。係啦，阿 Ken， 阿 Ken， 阿 May， 阿 May 咁樣係啦。咁另外咧，我哋有時夫婦之間溝通唔到，溝通出錯啦，溝通出錯，大家聽同講嘅都有少少問題。問題還原翻嗰日嘅情節。嗰陣時我哋電話傾，我喺屋企，佢就啱啱收工。打俾麥等先。好，喂。啊，喂。係阿 May 啊。係。喂，我啱啱收工，今晚翻嚟食飯喎。哦，辛苦你啦。係，今晚有咩餸啊？今晚啊，粽有咩餸啊？唔係粽餸啊，粽啊，有咩餸啊？係啦，有咩餸粽咯。今晚唔係啊，我問有咩餸食嘅餸啊？係咯係咯。餸喎，你係咪聽錯啊？唔係啊唔係啊，我意思係今晚有媽咪整嘅粽啊。哦，粽。係。係。你咧，下次講嘅時候講清楚啲啊！嚇，因為你啱啱講咧，我問你有咩餸，你話粽咁樣咧，你啱啱講粽，跟住咧最後有啲高音，我以為你問翻我，聽唔清楚嘅字啊，係啊，所以你話今晚食粽咁就會清楚啲咯，係啊，搞到啱啱聽唔清楚你講乜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好啦。而家翻到噶啦，就嚟，拜拜。好啊，拜拜。搞錯咗餸同埋粽。係啦。當時咧來回咗呢個 conversation 接近三至五次。係啦，係啦。喂，有咩餸啊？粽。粽。唔係啊，餸啊。粽。跟住係咪收得唔好咧？有咩餸啊？粽啊。咁就好似玩嘢喎，覺得。你係咪玩嘢啊？咩咁最後先知道原來係我媽媽端午節整嘅，因為端午節會包好多種嘅。端午節發生好多好搞笑嘅故事。嗯，仲有一個係台灣嗰陣時咧，嗰陣時 Ken 佢問我：，哇，呢間酒店好正喎，幾錢啊？嗰陣時我 book 嘅，所以佢唔知道價錢。跟住我話一萬五百蚊咯。
咁 King 君話嚇咁貴，我講一萬五百，多百一萬五蚊。我就聽咗一萬五百，一萬五百蚊。係。通常我哋就講一萬零五百蚊嘅。哦。咁我就諗佢係咪咁？可能我誤會咗你發音係，或者我聽錯啦，就係一萬同一萬。係。跟住你就話三萬喎。跟住我就三萬，即係除三，即係三千幾蚊一萬台幣定港幣咧？明明台灣啲酒店冇咁貴喎，所以完全係撈唔到究竟幾多錢。嗰間酒店幾好，係啊，真係幾好，有香港人 staff， 服務好好咯，真係服務一流。雖然貴少少，但係性價比都好高。服務真係好好喎。嗯，好，咁今集係咁多啦。聽錯嘅廣東話が増えたら、また up しようと思います。咁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Hi， またね。開咗個句就見到多人燈，多人燈，十分好型。十分有型，系啦，十分有型，嗯，十分有型，做乜十分有型咗四次嘅？四十分喎咁。嗯 ，Galaxy Bus Pro P。啊，もう一回，好啦，继续，继续。どうして下に通るの